小玉仙子，莫不是还在记恨这本殿？小仙不敢。不，你应该恨我的。 毕竟是我，本殿回归仙位，想起凡间之事，亦觉得懊恼。我在这里替凡间的修明向仙子赔不是了。殿下言重了，小仙明白，凡间的修明并不是殿下。凡间之事，绝非我所愿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小仙明白。 我们都是被牢里给写进去了，这剧情实在是有些离谱了。是啊，确实离谱。都怪那个李天王，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弄得我们着实尴尬。回头小仙遇到他，定不饶他。记得替本殿也训斥他两句。嗯。那，咱们走吧。 历劫之事恍若隔世，回到天界，竟有些不习惯了。倒是看祥云仙子，反而觉得分外亲切熟悉。虽说历劫之事不达天宫，但我们也算是经历了不少磨难了。以后，咱们也算是朋友了。不愧是修明殿下，还真是交友广泛啊。刚才怎么没见到你啊？ 你不是先走一步了吗？哼！你看你，又吓着别人了吧？大家都是天界同僚，又相伴历劫，做个朋友怎么了？仙子莫怕，初空仙君他只是刀子嘴，豆腐心。那你是不是还欠本座这位朋友一个解释啊？我当然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！